看见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，看见一切事都是极乐世界。啊，希望我们把这个念头点转过来，这就是转凡成圣。啊，不要说我这个想法不是的，那是事实真相。啊，你说我要这样想，错了，你想不出来。啊，我们今天之错，就错在不知道真实之际，真实之际就在我们眼前，因为我们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真实之际见不到。啊，现在佛教我们用这方法，信愿持名，你就能够正见到真实之际，就是事实真相。啊，事实真相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呢？他是众生呐，你看他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在造罪呀。《地藏经》上说的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呀。他怎么是佛呢？嗯，这个对他没障碍，对我的障碍太大了。为什么呢？我这一生见佛的希望没有了。转境界不从外头转，从里头转。啊，我要把这个错误转过来，我一生是罪业，别人没有啊。啊，别人怎么有？别人是佛菩萨示现表演给我看的，他是来度我的。我一念转错了的时候，啊，这些人呢，这个坏人那个好人，变成什么？变成我在境界里，我在造业了。他帮助我造业了，我念头一转的时候，他成就我了，把我的业障烦恼统统消了，我成佛了。欧耶大师讲得好，净缘无好处。啊，净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这个里头没有好坏。好丑存于心，我用什么心看什么东西，它就相随心转。我以佛心看外面境界，全是佛，转变都是佛。我用鬼的心看外面世界，全是鬼。我用地狱心看外面世界，全是地狱。相随心转呐、要记住啊！我以善心，外面没有一样不善；我以恶念，外头境界没有一样不恶，外头善恶都没有，都是假的。内心里起善恶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面对外面境界我会起恶念呢？这是我的过失啊，与外头不相干的、中国千万年前老祖宗教给我们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这是你走不通了，你遇到困难了，困难不在外头，在自己，你自己好好反省，改过自新，困难就没有了，什么问题都化解了。如果从外面的时候，外面不能解决不了问题。啊，对物质环境是越转越坏。
对人事环境越转误会越深啊，皆不善缘。啊，会惹出什么呢？惹出未来生生世世冤冤相报。啊，我不原谅别人，别人不原谅我，冤冤相报吗？几个人懂这个道理啊？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一段故事，从前李老师常常提醒叫我们注意郭子仪，叫唐朝的大将啊，安禄山造反他平定的啊，以后做了宰相，做过元帅，做过宰相，文武全才啊。那个时候宫廷里头有个小官，地位不高啊，大概像个科长的一个地位小官啊，他是元帅，他是首相啊，这个人到他家来看他，他是以大礼接待，非常隆重啊，穿着朝服啊。客人走了之后，家里人问他，多少这地位很高的人到这个地方来访问，你都很随便接待，对他为什么这么隆重？他告诉他家人，他说这个人他嫉妒傲慢报复的心非常强，我们如果得罪了他，将来他要一得志啊，那我们家就完了啊，他报复啊，这种人不能得罪啊。以后这个人讲，以后真的做了宰相，凡是得罪过他的人几乎不是贬值就是杀头，他通通把他，唯独对郭子仪啊很客气。为什么？郭子仪没对的，没有对他不礼貌啊。李老师讲郭子仪的智慧，郭子仪的经验丰富啊，啊，这给我们一个启示，就是对于傲慢的人，对于有嫉妒心的人，有报复心的人，我们决定不能得罪他。不要看他现在没什么地位，将来一旦得志是怎么办？啊，这一生没有得知来生遇的怎么办？国报通三世啊！啊，所以佛菩萨教我们对一切众生要恭敬。礼敬诸佛这么学的，礼敬诸佛不容易，化身大士才能做到，普通人做不到。啊，你能把恶人都看成菩萨吗？不可能吧。你能把蚊虫蚂蚁花草树木都看成菩萨啊，都用那种真诚心恭敬心，做不到，化身菩萨做到。为什么？化身菩萨见性不着相，不是不见相，见相从相上见性啊，就见性不着相，所以他的心真正是经体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，而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
我要修到清净平等觉，我就是阿弥陀佛。你修到清净平等觉，你就是阿弥陀佛。其实他不在外，我修成了，所有一切众生全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呢？我把它转过来了。啊，我有能力转呐。啊，谁修道谁就转境界。转娑婆为极乐，转自性为阿弥陀。啊，学佛了，学会转境界，就自就得受用了。啊，你转不过来，就不得受用。啊，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。